会影响它揪不过去，所以它就会又再返回来哈。所以这时候其实不是只有时
的力量，还有线拽了之后，就像橡皮筋旋转了之后，它多的弹性会把你拉回来哈。所以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那如果你想克服，不想让它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的话，你要怎么改善？它还有一个就可能这个没有在这个的正中央，它可能是在偏边，好偏边啊。所以有时候你还跟上面这个挂的位置有关联性。好，而且还有记的时候，你记下来这个线在下有没有一点？如果你不是一点，是这样子，是这样直接挂在，直接挂在这个纸上的话，它很可能，而且如果挂很开，它可能就会特别固定某一个方向。好，好，那能不能转久？好，也跟我们下面这个指点，好，像这里，这里最后都停在这位，都停在这个位置上，对不对？为什么呢？有没有发现这边可能又没有太对称，就是跟这上面的对称对称的哈，没有关联性哈，所以这个都是可以调的。那也可以去做理论竞赛，但是你们现在还太小，不太会做这些理论竞赛。那又能把正中央放一块，正中央放一块，它就容易，哦，这样块都是直的那一些，它可以到的中间就会就把它踢开。好，那你们可以回去去试任何情况哈。好。那现在老师哈，多给你一块。我们现在多给这一块之前，我想先讲一个事情。好，我们先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不是也有说，哎，在测这个下来的话，距离到底是多少啊？那有没有记得我们之前我们在谈的时候，昨天的第一个实验，上礼拜第一个实验，有没有说磁铁多？好，比如说下面的磁铁多，磁铁有没有特别强？我现在这上面要把它停在，我现在只要一个力量就把这块停在上面，所以我需要斥力把这个东西浮在半空中。来，这里多加了那么多块磁铁，有顶得比较高吗？没有，所以表示磁力的强度跟磁铁的量或磁铁的体积有没有关系？没有，可是有些磁铁不是很强吗？所以磁铁的产生的磁力主要跟什么有关？跟两个放的距离。所以你如果把故意把它压低一点，压低一点，你会发现弹性很强，会把它弹走。所以主要跟距离跟这个体积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上面放多，是因为重力加强了，要所以它会变窄哈。好，那。除了跟距离有关，还有跟什么关？还有跟这个磁铁是什么磁铁？你们的磁铁是比较安全的磁铁，不会夹伤手的。好了，所以现在等会给你们手势。哦，那个磁铁磁力很强的哈，我告诉你，超强力磁铁，那个是老师读博士班设计的，我们那时候做的实验，做的。我读硕士班的时候，那种磁铁市面上还买不到，还在研究实验室做。好，我的硕士论文有一部分就跟这个有关哈，后来就变大量产了，可是这个磁铁都太强，强的东西不一定好用，也不一定好。你看很多我们马达里面有磁铁吧，不用这个，但是耳机里面哈会用一个很小块的，这个磁力就很强。所以现在很多耳机，它的那个小耳机，它的音感，它的那个声音量，可以小小的一点点功，一点功就可以。声音就很强了哈。好，那等会我们有些同学已经有放，或是说我想今天不做啊，你带回去试，因为有些人没带啊，有些人没带，但是或是好了也可以做，没带你可以跟隔壁同学互做一下哈。你要不给账出来的，我不要给人家啊。这个磁力会很强，我每个人只能点很快哈。然后我们要怎么做？来，我们先看一下哈。如果我现在，但是你要用刺激，哈，要用刺激。那可以做两件事情。不过这个因为有穿刺，这个有穿牙签的。我们先给他们小刺激，再给他们大刺激，大块的刺激。还是先给六个啊！来，我们先把这个都在边边哈。我们因为今天会另外再给你们六个机器，然后。
好，我们先说，先不要放在，不需要放在包包里面哈。好，来，那我先讲哈，先同时建议了六个，那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啊，就会跑来跑。
它真的是把材料融化，没有加结合剂，融化然后烧到一两烧到一千多度，再降温下来啊。所以这个是用粉末做，你手上这里做粉末做，所以很容易一摔摔破。所以你看到这里是不是有就是有撞坏掉的？刚刚那个撞坏掉了啊。在这里也可以站哈，你看哈，老师这一块细线，已经这一块就是这里撞击掉下来的，撞击掉下来的，撞击下里面其实是灰色哈，这一块哈，这一块是这边撞击的，看一下，好，有没有看到啊？好，先把那个，哪里有？那一块就是这边掉下来的，然后我跟你一小片。现在不可以了，师姐。好，如果我今天是这个，嗯，然后我靠近，你们会不会移动？不会移动。哦，我再靠近。有点反应的哦。因为它有方向，你可以看哪一个方向磁力最强。这个刚好在中路没有磁力比较强哈。好，可是这个要这个要这么近才可以看哈。来，老师手握着，没有东西吗？哦。这个这么远，你看它可以翘那么高，要爬下去。好，那当然有方向性，哎，立起来了，快立起来了。哦，可以跳任何哈。所以有人就说，手上拿东西，所以我有特异功能，有特异功能，所以让东西可以跳来跳去哈。有特异功能啊，但是它其实可以很远。大的还是小的？啊，大的，大的这个比较弱。弱的遇到强的，它其实最后结果还是没有那么强。那这里为什么不行？是因为它太重了，太重了，所以靠太近，用要靠很近才弄得起来哈。对，但是老师这样手拿着，对不对？哎，你说老师手有好厉害哦，这个有吸力，有吸力，对不对？是因为我手上有这个，因为它的弹跳力很强啊。这个先拿着，小心小心，这个。那如果我把这个拿湿布来，好，这两个老师如果拿开哈，这个如果要剥，你要这样剥很难剥开，对，直接这样剥很难剥开。那个别人你可以剥剥看哈，这样剥很难剥，要剥要从要斜的，但是看看宝宝的力量，已经用到手都白色了，还剥不太开哈，剥开了，就是手都很用力的，那个。因为那个太小，没有使力的空间，太小没有。好，不要给他们拿着。好，这个大的比较容易剥，我们要用这样切开，没有很难剥。来，好，我这样拿手剥。好，不要这样拿，这样你不小心放手，手会被夹到。直接这样拿，直接这样。好，每个人就让他们这样拿着，这样他们这样拿，不要这样剥。来，如果你来，先听老师讲。你拿着，拿多个，好，这样握着，但是要实心的，要实心的，或是你给我，我让他摸。对，先不要，先不要给他摸。来，你等会这样拿。如果你是这样，你如果这样错的话，我就不让你拿了。这个错也可以，是错得开，你力量硬强是错得开，但是你手不小心松开会夹到会受伤，有可能是你受伤，有可能是我受伤。所以我如果看上你在拿你不是这样拔，你是要这样搓，我就不让你玩了哈。好，我们让每个人感受力量哈，轮流哈，来，你一半给那个陪人或给家长弄一下，就直接拨拨看，不，就是你们握着，不要让他们单独手拿。好，不，那个加油。对，因为这个很难设计，好不好？好，来，起来吗？感受一下，不要往下，不要往下，只能这样子。好，看你，好，看，好，再一个，慢你，我们酷一点，说就是哎，你要要值得的，你要播得开的话，播得开的话有10万块奖金哦。公开，不可以往下，故意用小的，小的很难。啊！好用力！啊！用一只手就好。
好，可以了，试试看就好了。那我剥开了。来，谁先知道？剥开了。你不能，你这样剥开不算。没有，不能用错的。不能用错，错的可以。为什么？因为它的力量是正直的。那你，你要剥开它，其实有分力可以。还有谁还没试？然后直接拖开，会有一个剪力，然后可以从旁边这样。好了好了好了，老师抓不住了。如果真的要拨开，你看塑胶袋已经快破了，我要再破哈，所以我这个要扣住塑胶袋，所以不能这样硬拔，硬拔塑胶袋已经断，一定破掉。破掉了。好，破掉，真的。你陷害我，破坏它。哎，真的破了，拿一个胶带胶一下哈。我不要说它破。来，我再买一个小东西。来，这个这个给你。来，这位小这个这个老师，没有铁，好了，好，不肉，好啊，小磁铁了，哦，好吗？那没有，用这个有没有？用这个嘛，那我知道了。来，那个小磁铁呢？在我放我这，放我手上。好，那我现在，哎，这个，我们看到。我手没有动哎，是他在动。下面有磁铁。对呀、啊，下面磁铁在玩。有一个小游戏就是用这个在玩，我们可以用大片。你是怎么下面的？那有人是一片一片，不过我怕我手夹到。没有，我说放在这手上哈。这边有了。来，然后看这个磁铁会跳。刚那小块没什么了不起嘛。那我现在用这个小块。看那个上面的，能不能跳起来？反面，你看那磁铁有没有反面？你不能翻到我太过了。人家是夹到手。对，这个就不能弄太大块，太大块怕。夹到手惨哦。然后我们就有助理哈，夹到手这个黑了一个月，然后指甲怎么脱落？所以我现在都不敢给大块的，大块的话夹还好。然后你距离越远哈，就动越厉害哈。我们下次会有个磁力炮哈，磁力炮给他玩。好，来，那我现在这样子。你看哦，下面有掉吗？啊，是哪一个助理？是哪一个助理？老师有可能会穿过皮吗？开了哈，穿过皮，如果变成粉末哈，有人如果已经有动过手术，里面有一些，有些有些东西，它真的会飞到眼睛里面，会受伤，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好，那我们先回去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他做手术的那个。那我们自己做一个这个。好，我们现在我可以立在这上面不动哈、哦。来，这个我觉得没做得很好，为什么？因为它没有平时。对，所以你今天要学这个的话，我们需要，其实位置固定好哈、哦。我们要我为什么会用橡皮筋？橡皮筋比较容易调整位置。那有人会用胶带，我们胶带玩好不好调哈、哦？那我觉得这个橡皮筋用太大的橡皮筋，有带小条橡皮筋吗？都用小条的，因为大条上面比较重，会失去平衡。好，那要做一个这样东西，请问你六个这有六个磁铁对不对？有六个磁铁，好，对，好，来有六个磁铁，请问你这里有两个对不对？这里有四个，好，我如果不告诉你放哪里，请问你要这个都有位置对不对？这六个磁铁，这个几对，这几对，这几对，请问你这三对磁铁，你觉得先要决定哪一对磁铁的距离或位置在头上？第一个。为什么？因为刚才说的那个对，然后两个刚好对。好，那这个怎么决定？这个可前可后吗？怎么决定要在哪里？怎么决定要在哪里？我们希望旋转，对不对？轴承旋转，如果是这样旋转的话，这叫水平旋转轴。为什么叫水平？因为这个杆子平行地面，这叫水平旋转轴。我们现在的风力机，它的轴承在旋转，是它的轴旋转是这样旋转，所以是平行地面。所以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风力机都叫水平风力机哈。那有一种，如果轴承旋转是这样旋转的话，这叫垂直式的马达。
水力发电通常是垂直式的旋转马达，风力机单位是什么？因为风力机的液电量是水平哦。那水平跟垂直怎么定义？是跟你的轴承跟地面是水平还是垂直啊？好，不要水平的话，那你这放上去会不会有重量的力矩问题？好像跷跷板的问题。好，那我们最后是希望用这个顶柱，只用一个点顶哦，只用一个点顶，然后希望它横在半空中。然后你要像刚刚老师说这个做的不好，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没有那种，它没有按摩水平，没有，没有哈、哦，其实还好，有一点点哈、哦，这里有点往下翘，往下掉。所以你如果想要这个不要掉那么下面，那你是不是要调一下这个位置？好，那通常最好你这个放上去的时候，你最好手放在上面，放在找出它的重心点，好，找出重心点，看看这个有没有水平。如果没有水平，你就要去调，先去调这两个，因为有的哈老师没有讲，因为我就觉得抢着急着做，东西交给大家就拼命急着做，结果做的时候都没有先去试。怎么样是最佳状态？结果一弄好之后就一直调，乱调调，都没有调到最好的，好都调不出来。那好的工程师，好的工程师都会在做之前先想，先要做什么，再做什么。他这样的话，失败率就会比较低，而且很快会做成功。我们等会来看谁最快做成功哈、哦。好，第一个你要先把，我们刚好这个纸都帮你交接了哈、哦。好，那所以第一件事情应该补交接什么？交接的啊，比较电是因为我想等会要让它紧色了哈。那这里的话，我们也是一样，我会建议其实是这个这两边都各放一个针管顶住它。好，就是这个我还给你一个帮助，你可以这边再放线，它比较不会晃动。好，那有一个双面胶，但双面胶效果不好哈，所以你要先这两个放进去。然后先手看看什么地什么位置是最佳状态。那请问你最佳状态条件只有一种条，只有一种最佳状态，还是有可以好几种？好几种，因为这个可以移近移远，对不对？可以移很远，也可以移近一点。那请问你太近会不会有缺点？不会，像事后相识。哦，对。那请问你这个应该要都同方向还是同方向？这两个同方向，所有的这些词点都要同方向。都要同方向的话，这两个会相似吗？两个是。那偏差呢？是。也是是哈、哦。所以，那你要都是，对要都是。所以我们等会注意，你这里下面的记号都要这样子，同一面，像这一面或像这一面都可以哈、哦。好，这个靠太近，因为它是同一个方向，所以 NS。这个跟下面是相似，那这两个会变什么？相似，相似吗？相似哦，方向跟是相，应该是相似，因为同方向哈、哦，同方向应该是 N S N S 哈、哦，就是它有上面有记号的都是相面啊、哦，所以这两个就会相吸。那太对，刚太近说哦会相吸，它太远了，对呀，没效果，太远。效果所以这个哈、哦，这个只有这么大宽度哈、哦，不希望这个太后面哈、哦，容易断掉。好，所以这个固定好位置，好，那你就应该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下记号，大概在什么线上？老师会建议，老师会比较建议说，如果你站在这个里，这个在这里，这里靠边在这里的话，这里差不多一半，好，半厚一点点，或者从这边到这边约一半，然后再一半。再看应该是够远，好，如果不够远，那你可以先放好。哎，你可以怎么试？我们轮到先试哈，来，我放在这两个要相吸的，这个都要同一面要相吸。那我现在放到这，请问你它会不会相吸？你要调到要相吸还是不相吸？不相吸，相吸哦，就相吸哈。所以这里要够远，但是太远就会离开了。太远就会离开，而且太远这两离很离很远，这个会跑到这来，这个又跑到这来，又不太好哈、哦。好，那来，那这两这个要够远，那这两个呢？要够远还是够近？够近，够近，够近。好处是什么？那个在上面呢？抬的，这样远一点点哈、哦。好，这样的东西你
前在高级的汽车里面，汽车不就马达要转到自动吗？啊，马达变化是轴承。其实哈，我们现在这个在放上去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个地方紧到？这个轴承，当像车子跑很快的时候，或马达跑很快后，这个轴这个会转很快，转太快，请问有什么缺点？会有什么缺点？对，这个会过热，好，过热，而且不仅是过热，转太快，这个会断掉。所以马达都有旋转的极限，啊，这样会过热，而且轴承的话还有隔一阵子，这个就要换。就好像老师这个放久了之后，这个会被拖一直动出来，然后这个也会陷进去哈。所以有些马达会设计连这个都没有顶到，也在这边，它会在啊。今天忘了在那个磁悬浮的那个太阳能的，好，下回带一下，好，下回带到这个磁悬浮，就把那个太阳能的那个太阳，现在有人是利用太阳能热库，然后去让它旋转，好，好，我们这边如果也不点到，这边他们也设计一个小小的示例，这里也做一个震荡布置，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方案，让这个轴承可不可以浮在半空中？可不可以让这个轴承浮在半空中？可以哦，可是变复杂了哈。这个浮在半空中的话，你怎么转？会不会有摩擦力？没有，我就变空气的摩擦力而已。有没有这种直接接触的摩擦力？没有，那直接转速是不是就可以加快？而且空气是加规模的，加慢快。还有一个好处，通常你知道吗？如果有轴承有东西锁住，好，比如说这个我今天轴承锁住，然后转很快，转很快。突然有地震来摇晃，那会怎么样？但是啊，不是刚刚它可能这转很快，会有叶片，有那个叫单层那个很多叶片晃坏。有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叶片碰到边缘会不会撞毁？会。另外一个，就算如果没有叶片，这个地震的话是这样，都会是这样晃。那轴承会不会断掉？会断掉，这个就完全完蛋了。可是如果是这种磁悬浮，这种叫磁悬浮转马达哈，好，当我转起来，如果做得好的话，好做得好，来这个转起来，这个刚刚比较好，好，它有好处是，你看哈，有没有发现这个老师这个在动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最佳状态，然后什么是最好，你要怎么去试，学习练习怎么去找出最好条件。这样子的话一定会好啊。不会，来，你看我问你哈，如果你不需要有很多状况，我请问你，当然我们除了笔拿出量重量之外，来这个是要先做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之前，你要不要先做什么事情？啊？量下实力，好，量这个实力，因为这个实力都一样，可以实力不用害怕，这就是看你实力有没有同方向，然后这两个实力有没有作用？太远的没作用就没有用，对不对？好，我先。那如果要做定位置呢，会你会要什么？你会发现这个平板你要不要？这个平板面积，你要不要先找？你要不要这个东西放在比较对称的位置？这两个要不要？是这条线的左右两边。如果是我，我会先拿笔量出中心来，中线来，量出这个中线，因为有人哈。像你们之前有的这个老师就这样子给他，工程师看画图的人不会没事东西就怪到处乱插，他会去想，像真的要画出一个好的图的人，他会去构思每个他想要这个图里面他想要画的东西大概要画在什么位置，然后大小要多大多小，他会先设想配好，就像这个一个教室要摆这么多桌子，老师就会先想说，这块怎么摆比较好？搬进来，搬进来就固定了，然后这个都微调一下。你会不会希望这两个要放在这两个中线的左右两边？啊，拿起来比较稳嘛，而且如果往这边侧，就不稳啊，不好啊，就拿起来这个会去那边。那我刚才有没有说这个最好是？这样距离是多少？一半，再一半。但是要不要考虑这个的位置？当然也要一点点哈。所以你可以先拿尺，在这上面画出一个十字出来。但是画十字的时候，你先考虑你这个位置在哪里？这个位置在哪里？好，那我问你哈，我们这个铅笔头有橡皮擦，有铁片，这个头有被削掉过。所以这里真正重心，所谓重心就是质量集中的位置，那个位置会在正中央吗？不会，会比较往哪边偏？往这边偏一点点，对不对？往这边偏一点，所以你可以稍微忽略一点这点去哈。但是最好的位置是什么？啊，如果今天看这边，是不是就往这边掉？如果看这边，就往这边倒。所以你就是找到一个最佳的位置。然后这里左右稍微对一下，这边就比较很重要。好，这里调完之后，来就看你这里要放在哪里。好，来这样子调完，如果我下面还没放哈，你这个调好位置的话，你是不是可以知道这里了？这样有需要乱插吗？不需要哦。可是我们这样放上去，为了固定，会建议你这里挖一个小洞，挖一个小洞，所以这个挖洞要挖多深？当然我不需要挖到很粗，那挖的时候你就要，这就有点要喷地了，你要当时要喷的好，然后再挖一点，不用挖到，不要挖到完全半，好，那我们就开始先聊，看看，其他就是看你的技术，那其他都可以放边边，我们刚才已经要给大家六个摩擦，这个喷洞会有摩擦力。所以我们这里要贴胶带，这里有个洞，它会产生摩擦，头跟这个洞会有摩擦，就像洞哈。所以来这个胶带，我在用你的胶带给我。对啊，你珍珠板顶铅笔的地方要贴胶带哈，所以我在贴胶带，你那个要再调一下位置哈。来，这个我们要把胶带。不能戳进去，不能戳进去，戳进去就不好，戳进去会有摩擦力，会造成影响。不要，只要让它顶到就好了。好，对，顶到好。那好，
好，那现在位置就不对，因为你刚刚坐进去了，因为我们这个再往前一点。老师为什么就叫你用这个？那这个再移一下哈，但是这个现在就重量有点，其实还好。都可以。好，这个在上面。下面要坐下。你只要坐住它，这两个位置。正好有空啊，再垫起来。左两边再调一下。你的桌椅子不要碰到它。好，这里有好处是你的震动哈幅度不太大，它会自己调到中心点哈。这个因为拿歪了哈，轻轻的话你不用特别去调它，如果 OK 的话就是。那这个就怕，不久了不稳定，嗯。好，如果还要用很久。来，我们笔上的磁铁哈，橡皮筋在磁铁的前后一样各。就中间那个。不是，你那个东西太矮了。你教他什么不对了，我刚才教你的，你教他。好，那第二，第二，来帮忙。看着，看阿姐，把我一下。哇，他那个转的好快。哎，第二来帮忙。我回去了，你怎么我给你报掉？好了，老师，我给你报告。过来帮忙东西。那刚才我教你，现在教你。希望让你去感受，感受那些力量。我们人的手、跟鼻子、耳朵、眼睛都是很好的感觉器官，手的手感很强哈。这里的话就一张纸片立在前面，然后用纸板，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纸片上吧，不挖洞也没关系，把位置画出来。把位置画上，但是想办法看要怎么把东西粘在上面。你可以用双面胶固定，但是双面胶有时候强度不够，很容易跟一吸就吸在一起哈。但是它一样丢掉同一个同一级，都在同一个方向。然后你再用，用你现在的快，用你现在的铅笔、号、磁铁可以。不过这个磁铁比较薄。比较薄，比较轻，比较容易立的，可能可以立的比较牢哈。我看起来它两块磁铁已经好，标本们呢还有一种，有人是这样做，但是我不太建议你们这么做，因为这个东西不好处理哈。它是弄一个圆圈圈，没有磁性的圆圈圈，这种是一种把那个大
的纸箱绑紧的一种塑袋哈，一种烤箱子的烤箱袋，啊绑起来，然后立成一个圆形，然后这里有用螺丝把用那个三轮线把套住，然后磁铁连在这，另外一根线系在这，你的螺丝在这哈、啊，那所以可以转不同方向去看它浮的情况。你可以试，也可以试做这个看看啊、哦。做法有很多种，好，有很多种。好，那我们本来通常，待会我们在国语实小老师有说，这个其实是三年两年多前，去年年底，前年年底，在前年的年底哈、哦，应该是106年哈、哦，台北市教育局他给。他们在年底请国语实小，台北市国语实小办了一个小学五年级的科学创意竞赛所做的题目之一，那时候也是老师给他们的。那另外我们也这样做最后一堂哈、哦，做了一个，来这里有这码有八个，有里面有八个码的图片，那应该是六个图片，这六个图片其实都不一样，但转起来你会觉得哎，这个码好像在跑。所以跟动画一样哈、哦，那么我们利用磁铁也让你这个，因为通常你这个要转一下就停掉了哈、哦，可是我们做的这样可能可以转很久。如果你这个磁铁会调的话，一样用磁力的方式，可以让中间这个马一直在跑，但是这个做就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我们今天不做，我们等下次或者再隔一两周，因为连续几周都在做磁铁哦，做到最后会。晕的哈，所以我们磁铁的部分先做到这。好，那这款这个磁铁过程，上礼拜我们有玩到一个这个实验，好，所以这个跑不停的马，我们下回有机会再做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好，先用一个最简单的。可是现在没有躺平，是什么力量让它起来？智力哈、啊，对，智力。因为到底它想要平，哎，可是你要让它顶天，用一点平再看一下哈、哦。这个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的弹哈、哦，不过我们讲讲看。你可以看一下。好，这个是磁铁的洞哈，然后这个是磁铁。好，这里是 N 级，这是 S 级。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在磁铁哈中间有个小洞，好，这小洞先放着过来哈。如果 N 级的话，通常是这是 N 的底部是 S， 那你的磁力线应该是这个从 N 级跑到 S 级啊。你跑到 S 级，那这里也是好，但是它出来的话，因为中间有小洞的地方也会有受影响，所以你那是四周都有一进一出啊、哦，都有这样出来，然后回来，出来回来哈、哦。磁力线这个我们叫是假想的磁力线，不是真的哈、哦。力的作用，你看它会哎出来，然后进去，就像水龙头的水。一定要出，然后最后要有进水，要把它排掉，否则就会积水。好，那我们刚刚在这边放了一个，放了另外一个磁铁哈，我们这个磁铁用另外一个颜色放了哈，这个磁铁，好，立起来，那这里也是 N， 对不对？这里是 S。对 ，N 到 S 这样出，也是从这边出来到这边。好，这个的话，如果以这个作用力是这个方向，这也是这个方向。如果我们到这边，其实哎，两个看起来同方向的东西是相吸还是相斥？其实是斥啊，是斥。电流，以后你看到那个电流哈、啊，如果电流一个是这样子啊，一个这样子的话，也是两个平行方向电流，两个平行方向电流。
你要顶它，你的作用力是向下还是向这个方向？要向这个去顶，要去顶它上来。好，要顶它，但是它也有一个向上的力量去顶它，因为东西要掉下来，所以它其实还是要一个向上去把它顶回来。好，顶过来。好，那不是，其实也有，并不是真的这样的方向，是这样的方向。好，那但是我们这两个，一个是往这里的，它们之间会有的作用力是不，因为你如果你到这边，这线有点不好画哈。你如果看到这的话，两个其实有点是这样子在互相制的感觉。那这个线条，两个线条是相同的时候，其实它就会产生的是自力。那这样是相同，就是力，这样是自力啊。那到这里再回来，啊，对对，这分开的话。分开的话，因为这里不是只有一条线，是很多条线，很多条线。开始的话，这里是，对，这里要这里，这里没有，我是在想说。
那个漆油漆里面撒混纸粉，然后涂起来之后涂在墙壁上，可以让你的墙壁有纸粉色。你们这个里面也有，这里是把纸粉纸铁拿来做一些应用，除了刚玩之外哈，收线啊，收什么的，都是藏在里面，把纸铁藏在积木里面。好，因为纸铁那个太强了，可是它的距离第二列距实际就显得很弱，就是会跑掉。好，这是一个相框。好，那我们在相框后面贴个布，这个是铁片，好，弄个铁片，那包起来。相框吗？哎，面。这个就是生活上的应用，实体上生活上的小应用。好，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小相片。因为美国人的冰箱大部分还是外壳还是铁的，台湾的冰箱现在都做的是，好，就可以贴在墙壁上到处贴，做成小的。调味罐，厨房里面调味罐，那常会的放调味罐，好多调味架，对不对？然后就存在空间，尤其台湾的厨房都不大，美国厨房就很大。那美国厨房调味架很多，那你放这些放满了，可是上面还有空间，你可以把皮罐上放一个小磁铁就。哎，当然你要磁力够强，刚刚我们那个小磁力够强哈。啊，这个是刷窗户，去把磁铁藏在里面。然后拿另外一个就用铁片就好，不用墙壁磁铁。好，那个好里面万一是可以抓什么？好，知道。这是好清洁。这个是用热熔胶把磁铁粘在里面。哇，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刀架哈。再怎么样，室内冻，天气潮湿，尤其台湾是海岛地区哦，特别你像台北北部哦，很潮湿，那个小缝里面在床就很容易，即使你没有把湿的刀具放进去，那个缝里面就很容易发霉。所以哈、哦，我本来哈、哦、买一套双人牌的刀具，你知道德国双人牌刀具很贵，因为它很好，它终身保护哈、哦。结果我就也顺便买了一个刀架，结果。里面都发霉，我都不敢放，然后又在桌面上占空间。好，那你这样放的话，是不是很方便？但是小心，有些这个刀子是不锈钢的刀子，然后更高级的不锈钢刀子是不会有磁性的，那这里就不能用哈。这里呢，这个上面刀子是比较便宜货的刀子可以这样做，因为高级的刀子是不锈钢，而且是有些不锈钢是会有磁性。那有些不锈钢是特别没有磁性的不锈钢很贵。哎，对，你可以看着我要必须在实验来，我们再给大家看，因为这个不适合现在看哈。好，那我想今天我们先暂时到这哈，刚刚回去可以再把它调一调，因为地上我们要再收一下，我们中间都没休息，然后你们要把你们桌上的东西收干净，椅子台也刚好是差不多四点，今天比较早下课一点哈，朋友们记得收一下。电视上是现在久一点有哈，那上礼拜有一次有。我要开窗户。啊，因为。老师不做疫苗的。对，我忘了一件事情，我本来今天一直在想一个的，再想一下，要有跟疫苗无关的，但是我要讲一个小题目，我不晓得来不来及。今天早上我说我要讲，跟眼睛有关，我们之前有玩过一些光学。人类也是慢慢演化而来的。好，人类
没有实验，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多一点的时间来谈，啊，所以我们这边谈光学，所以我们顺便来谈人的眼睛，这个不属于物理，也可以说是生物，但是眼睛的演进过程跟物理非常有关系，啊，好，我们两个非常的复杂哈，你现在哈这发展到非常复杂，所以强光都不容易让你的眼睛受伤。那我们可以在很短的时间，比如说你眼睛原来看很远的地方，突然我马上快闪光，哎，我可以在三分之一秒以内，三分之一秒很短哦，眼睛眨一下就三分之一秒了哈，就能够把我眼距交在这。可是你拿望远镜，望远镜调很远，然后调到能够看到近距离，是不是要调很久？对，望远镜要看到要调焦距嘛，哈，或是你去剧场，那剧场去看，拿一个剧场用的眼镜要去看舞台上，然后突然转隔壁去看，或看别的观众的话，你调那焦距要调很久，对不对？可是你又不用调，你用你自己的眼睛去调，这样可以在三分之一秒，从很远的地方就调回来，哈。所以人的眼睛其实非常的复杂。那我们来看哈，眼睛的进化是从500万年前就开始。在一开始的细胞有一种叫单细胞，这种细胞特别叫眼球细胞，因为它有一点可以看到东西的感觉，其实它不是真的看到，它是利用它这个尾巴有个鞭毛。那在以前最早的生物是在海底里面，啊，所以它的鞭毛在晃动的时候，接触水面，水面上会有波浪，水里面会有波浪，会有东西在你游过的时候，会让水产生扰动，这个扰动就会刺激这鞭毛有感觉，那有感觉它就把信号送到这里有一个叫光的 spark 哈，它会启动这个有点会产生发亮，所以我才叫光 spark， 但是它它是而且这个通常是红光啊，红光但是很小不是很大，而且这是一个平的，那这个东西叫一个叫光敏蛋白啊，因为做生物的有人在研究这个啊。利用生物的鞭毛受到反应，然后移到这边产生启动这个光敏蛋白质作用，然后对它来讲，其实鞭毛有点是在海里面作用的时候，那大自然的光打到海底里面，感受到不一样的光源了，你震动的光源感受到光可能做一些改变，就让蛋白质有感，蛋白质有些变化，那到底怎么变化就要问生物老师的哈，那也不是所有生物老师都知道，他真的是研究这光敏蛋白的人比较知道。好，可是这种鞭毛有个缺点，不知道他看到东西是从哪里来，他是感觉到，但他不是真的看到，但是感觉到他不知道到底你今天是有一群鱼在这游，还是有一群鱼在游，还是你的光是从这边来，他没有办法感受，他是鞭毛在那游动的时候，平均去感受周围的。好，周围的东西就像风吹过来，啊，那如果一群猫在，你可能知道会有风，但是风到底从哪里吹过来，可能没有办法那么辨别那么清楚。好，后来到了扁形动物，叫波虫的这扁形动物，它的眼睛结构就开始变得有点很圆形了，有点像凹凸镜，凹面镜啊，凹面凹的形状。那凹的形状有什么好处？我今天这个打光，如果是因为如果这个是完全平的，你光这样进来，或这样进来，或这样进来，你就不知道光的方向到底是这样子的进来还是这样的。第二个有好处是，我的光可以从这个范围一直过来，那我可以这样子进来跟这样子进来，它聚焦的位置就不太一样。那我们这如果这眼底有一大堆感光细胞，有那个感光细胞，它就可以看哪边感光度最强，我就知道光是从哪个方向进来啊。所以到了这时候进步到这种涡虫的东西，它的感光点，好，这个是其实还是这个感光点的结构，不再是这个平的，是变得有弧度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入射的方向是从哪里来，所以当有光过来，在旁边有那个动物要来吃它，它会把光挡住，我就知道这个动物是从这边来呢，还是从这边来，从哪方，它就会知道。好，所以它可以感受到入射光方向有发生什么改变，然后光
要去找，去避开，避开他的敌人，或是找到好的遮蔽物哈。可是这时候，这个凹洞机这个洞还很大，洞还很大，有个缺点就是，如果你不小心探出水面，太阳的阳光太强，很容易让眼睛受伤。好，很容易让眼睛受伤，所以在进步要看好。我们有时候到外面看到光很强的时候，我们的瞳孔就会稍微收缩，啊，稍微收缩，就开始有这种所谓的进步到这种所谓的针孔的结构哈。也就是这个眼球本来一片光亮进来，如果你的洞不是这么大，你的洞这么大，是这样一个切开，一整片光进来，眼睛可能很容易受伤。可是现在我把洞变小了，或瞳孔我可以收缩，啊收缩，我让我的光进来接收到这个，让光感受就好。我不要一大片光进来，这样会让眼睛容易受伤。而且当你这个针孔变小，一点点光进来，它很容易在这边成像，因为一大片光进来反而会看到眩光，被光会太亮，好效果不好。好，所以就要变成有针孔在，不要偷看别人哈、哦，洞不要挖太大哈、哦，洞挖太大你看到太多了，你洞小一点，那个相机啊，相机洞小一点，你再看东西照起来洞，照起物品看起来就很明显哈、哦，影像会比较清晰。可是当然亮度会缩小，那只要曝光度小一点。好，那我们再来就是。我们要一条细细的光，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讲有点难，因为光越强，不是看东西越清楚吗？不见得哈、哦，我这里光很强，那里光很强，很多光聚在一起，它会发散，好会有点像东太阳会混在一起哈，会有眩光。就像你到晚上看路灯很亮，你要看路灯的灯的外壳反而不清楚，你要有时候亮度要刚刚好，太亮反而并不好哈。好，那这个有针孔，刚刚说虽然这样凹形可以知道方向性，可是方向性还不够好。所以变针孔的话，你的方向性跟分辨率会变成更好。好，再来一个，蛮有趣的，我们的眼睛里面现在这边是一个凸透镜，凸透镜有聚焦的功能哈，然后这里又可以针孔这样收缩的。那进来这里就是一个水球啊，如果光在空气中走，空气中的折射率比较低，它不容易聚焦在比较小的范围内就可以聚东西。我们之前是不是有玩那个水杯，然后他们有玩吗？应该有玩水杯，把图案放在水杯后面，哎，很大的图案会经过水杯到你眼睛会变小，对不对？如果不变小的话，你就大片图案直直来进到你的眼睛，那你的眼睛就那么宽啊。如果是平的，你的眼睛就那么宽，那你只能看到后面那个这么宽的范围。可是我既然是凸透镜，我就可以把很远的这个大范围的东西收缩眼底，把它尽收眼底哈。我们尽收眼底就是，哎，我眼底面积这么小，你的眼睛就这么小。后面的萤幕就是这么小，可是我可以看到这么大范围的东西啊。为什么近周眼底哈、啊？就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这个凸透镜，再加上这个水晶球里面是水，水的话折射率高，会让你很多成像的比较变成是小范围小萤幕就可以看到它了啊。那这里有讲，我们这是有讲到头部当中，就是下面。章鱼啊之类的哈，他们通常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头上的眼睛是独立的，他们眼睛跟一般的眼睛不太一样，他们在看东西是，由于这样看过去会变反过来哈，这上面是这个须须都是感光细胞哈，感光细胞，那他们有一个朝前的视网膜，那使得他们在看东西比较没有盲区哈，就是直接一个视网膜去看。那另外一种叫视眼舌，为什么叫视眼舌？视眼鱼吧，啊，视眼鱼，对，视眼鱼。这个鱼这边有一只眼睛，这边有一只眼睛，但是它每只眼睛哈、哦，一
里面又有分汗水上的跟汗水下的，好，这个眼睛，好，这是其中一只眼睛，这里有一面，那另外一侧还有一个眼睛哈，这里看到的眼睛，这个是另外这个瞳孔是比较大半只，这个比较小，因为这个眼睛是在看空气中水面上的，水面上因为是空气折射率比较大，折射率比较小。那水面上这个水的折射率比较小，那这水的折射率比较大，所以这个瞳孔就小一点。那专门看水下的，一个专门看水上的哈，所以我们就叫它对哈。那猫的眼睛哈，它因为猫是夜盲夜行动物，它的瞳孔然后就是这个细小，它里面眼睛里面为了要让光一点点光。一点点光进去就可以看到，就可以感受很多东西，它的光在里面来回反射，来回反射很多次。那有时候反射完之后会反射出来，那你就以为其实它的眼睛会发光，其实是一点点光进去在里面多重反射、多重聚焦。宝宝，你看你的光源吗？哎，这个我要，我们可能开网，我的 LINE， 我这里开，好，我这有一个小影片，如果待会有人急着要下课，要去上第四节课，可以先走没关系。如果你想，这里我有一个影片，我希望你们看一下哈。你今天帮我讲的东西，他现在他有一个 TED 的，你可以，他是讲英文的，不过有简单的中文字幕哈，我看看。如果私底下要先走的可以先走，现在开始，这个只有五分钟哦，所以讲完刚刚好下课。收到。